要不争气啊，骨头啊，那个中了我哪都没办法，就骨头退化没力，就两个膝盖都没什么力了。是他走到哪里后，每个人都是夸他，不要看他那个，就是身体弱弱的有没有？他做的事情哈，不输年轻人。非常感动，因为确实太辛苦了，而且很勤劳。年纪这么大了，而且持续了快20年了。他说他人还在的话，他要一直做，真的啊，很尊，我们都很尊敬他。休息一段时间，他说我在家里就是睡觉，哦，睡得好累好累这样哦。他说我还是要来环保站哦，不管坐几个小时，他精神就很好。我现在好手好脚哈，还有体力啊，我就要有能力做，我就尽量要去做。人生啊，咱爱清清楚认知，认知。人生佛陀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深入听。时光流逝啦，那毫秒都不停留，我们都在这样毫秒不断的流逝过去。真正的我们能把握住什么？什么都把握不住。人世间，包括舒服在内，都是在老病的过程中，这叫做人间的缺陷，也就是佛陀所说的苦，就是留不住的岁月。所以呢，一切的变化无常，都是因为岁月的安尼流逝过去。所以说来，人会老啊，会身体都会有无常的病痛啊。所以我常常就说，咱都要做好。今生做好，来生得啦。今生若无做好啦，来生呢很难，是否在人间都很难受。来到人间呢，他们的因缘要碰到的什么样的环境都很难受。我们呢，就是有做啦。造福人间，这一生我们大家相见欢喜，彼此互动呢，行善，大爱普在满地啊、哦！那这种有情有爱人间，肯定的带去的善的种子，就是呢，在。未来，您现在在种菜，那个菜的经济啦，是这个经济的过去，过去它的菜长，大长啊啦，开花啦，结果啦，这个经济啦，所以这个经济呢，播落去土地。伊个菜长呐、啊，已经是过去呀，予咱搬来吃过啊啦，或者是凋零、打掉去啊啦，都说不定。但是这个种子，在我们的菜园里啦，我们会给照顾，那跟大家结好缘，这都是呢，大家人开心欢喜。人世间就是这样啊，谈慈济啊，说大爱呀、啊。那这一波疫情啊，咱较无爱去四界拍拍照，
但是呢都可以呢到我们的园区，面对着大地，跟青菜说话，跟大地呢弹琴。所以呢拉长情啊，扩大爱，天地之间有情啊，这是清净无染。菩萨们似乎真欢喜，也真感恩，感恩大家人付出的相亲相爱，更要感恩啊现在的科技，听您线上读书品书会，我也很开心。师父的话，师父讲的话，您呢要听落去，而且把握时间，而且利用科技，还是呢大家线上分享，这实在是菩萨世界啊。佛陀说应化，应化身或者是分身啊，千百万亿国度，到处无处不到场，这不就是印证吗？无处不到场啊。你想你我不都是呢现神通吗？你我不都是呢百千亿化身吗？所以呢我们的方向没有偏差。还记得师父多久以前呢、啊、有说一句话，说我做主者让大家人无后悔，应该大家还记得，咱师父开这条主者的道路，大家人共同呢汇合起来，现在共同铺一条开阔的菩萨道。咱这世人是第一代，我们这一辈子啦，实际在这个时候。把它开展起来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情世界了，而且呢都是皆有情。咱大家人要行菩萨道，大家人呢都是启开智慧的有情，这是慈济人啊在这个时候真正的一切因缘具足。所以大家人要更加虔诚，时间是一分一秒过，一天一天过啦，一年一年过哦，过得真紧。那因缘啊是即刻都要把握着，所以您要把握因缘，真的我们要把握因缘，未发心者另发心，还未发心的赶紧让他紧发心，那一发心的呢咱就让他静定起来，不也这么说吗？未生善啊令得生，已生善啊快增长，我们人人心中有法，所以法的共同凝聚在一起，清净无染，可以度化众生。所以呢佛法在人间，我们要把握因缘，哪怕是一个的菜园、啊、就可以度化人间、啊、不管是什么因缘都要好好的把握好，感恩啊菩萨们，所有的给大家人祝福哈，祝福您那菩萨道啦，清净净，福慧双修啦，
化亲情呢、啊、更密切呢、啊、彼此相度，所以来生来世啦、啊、要靠在今生缘要牵得更好，就好大家人爱铺满地啦，情结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情啦、啊，咱牢牢呢要牵住吼、哦，那今生来世祝福你们，感恩。